Jenny， 我是 Jolie， 今天我们来开箱妹妹的淘宝，又是妹妹淘宝啦。好，我们很多东西，所以马上开始。开始。首先来介绍我买的衣服们，第一件是这个裙子，这个一字领的，还是你可以放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样那个方领嘛。对。然后它是很流行的，最近很流行这种。芋头子，还有黄色的一个格子的，特别好看。这个 baby doll dress 的小洋装来的，对，哇，很漂亮哎，这镜头里真的很美。对，因为我要试一下，哦，感觉很漂亮，很复古的感觉。对，这件没有到很便宜，可能大概70多人民币。那我觉得这件我买的时候，刚开箱的时候，我就很，就是觉得很，哇，好漂亮，不会觉得是便宜货。然后唯一的缺点是它没有内衬。对，但是没有内衬就代表不会太热，比较薄啦，夏天的衣服。对，我很开心，等下试给大家看。哇，这件裙子真好好看，我觉得这样四方的那个领比较好看，一字领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也可以这样穿，if你喜欢。而且就是它是其实是这边挺松的，不会觉得很紧，不是那种太紧身的，我觉得好好看哦，这件裙，我很满意，看起来很可爱。第二件是这件上衣，这个奶油绿，淡绿色，对，奶油绿那种，然后前面有个打个结的，这比较像是我的风格的衣服。所以你要我把那个领子给它，因为我觉得它是穿得很漂亮。然后它这里是有一点点 translucent 的，就是有点厚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很适合就是配牛仔裤穿的，但是我就怕，要是我变肥就看起来很胖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啦，它会让你觉得看起来比较 like。身材比例比较好一点，嗯，它其实这里做蓬蓬袖，所以它可以修饰你这边。这件真的很有点小性感，但是我觉得，其实我刚开始就不怕很紧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而且颜色很漂亮，整体来说，好淑女。三样子是一个这两件上衣，哇，裙子很美耶，两个颜色都好漂亮。对，然后他买了货，我就叫他把链接给我了，太美了。是很简单的那种，对，针织的吧，还是像是针织吧，是针织的。这两个颜色都很流行最近，而且就是这边旁边可以有这种松紧带，所以你可以帮它，就是有一边是有这个松紧带，所以它是有点小设计感、小性感。而且这它的领子都是这样的，有点歪歪的。对，就这个很最近很红很韩系的那种夏日就穿这种。然后因为我需要 hit minimum shipping， 我就买了两件，而且买了两件都是非常红的，就是最近的颜色。但是他真的超爱紫色，对，我看到上次他已经买了一堆紫色，这次又买了一堆紫色。我这次买了很多紫色跟绿色，因为这两个就是最近非常红的颜色，我也非常喜欢。这件挺便宜，一件39人民币。这家店我买了几次，我很喜欢它的东西，它东西不属于就是超级便宜，但是就是平价，还是平价，但是质地都挺不错的。对，推推这件衣服真的是挺美的，这个我是这个紫色的，就它这里有这个，可以不要绑的这样高，但是我就是绑来试试看，我觉得是有点高，有点紧的感觉，那种 crop 的感觉，但是其实真的还不错。接下来这四件都是同一狗衣服，姐姐有买的那个小背心，我买了四个颜色，它这个三个颜色跟我一模一样。对，然后我家买一个黑色，我们真的是不约而同买了一样的颜色，就是喜欢同一个颜色。其实我原本要买卡其色，我不喜欢下单杏色，那这杏色像黄色，对，所以我不太喜欢。啊，我喜欢哎，我觉得超想看，比较喜欢这两个颜色，这个 mint 跟这个 lavender， 对，我就很喜欢。那我就看姐姐穿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小。我等下试穿的时候看会不会太小，我怕很小，然后就当做睡衣穿了，最多它就很便宜，它才7人民币，我check了7人民币而已。对，我就觉得便宜好，但是我原本是想买这个人回去跳舞，应该不行啦，因为跳舞很热，所以就很薄，穿起来会很舒服。这吊带背心其实穿起来，其实比我想象中好。我刚才那时候看到姐姐穿的时候就觉得太短，会不会我看起来很肥？但是不会，而且我搭那个 joggers， 我就觉得哇，这个穿去跳舞应该会很好看，好喜欢。其他颜色就不试了，太懒了。我买一些就是运动服，所谓的运动服，首先是买了这条裤子，哦，这是 jogger style 的裤子，这很薄哎。对，
它虽然现在因为没有洗，有个很臭的味道，但是就是它很轻哎，跟我买的那件不一样。对，我很喜欢穿这种裤子，尤其是穿跳舞什么的时候，因为很薄，不会太热。因为新加坡天气很热，哎，那种慵懒慵懒 vibe 我很喜欢。这裤子其实真的很舒服，我觉得，而且不会太长，看不看到到这里来罢了。就是觉得那个长度非常适合矮人，像我，而且非常舒服。另外一件运动服我就没有那么满意，是个短裤来的。短裤，颜色没有很美嘞。我觉得不好看是因为这个粉色，这个粉色超级无敌薄，欸，它很像是 baby pink 那种 Barbie baby pink， 所以它透出来的感觉就怪怪的，不好看了。而且它整 overall 的就是这个就是不是很好，这没有到很便宜，我觉得这可能跟 FBT 差不多这样。对对，但是这个就觉得它没有很very good elasticity， 对，弹力没有很好。不，我就觉得这边尤其懒，就觉得这真的是不好不好。就是虽然一分钱一分货，但是这个就是一分钱都不值得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买的三套睡衣，我这次买很多睡衣。我上次在淘宝买的，就是买了一套那个凤梨的睡衣。我们那个没有拍影片，对。但是我就觉得 好可爱，那个质地没有很好，因为那个非常便宜，我不敢买贵，那个可能你是要试试看那种风格是不是合你，对吗？但这几件我买的偏高价一点，可能就是20多新币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。第一套。是这一套，大家看不到吧？看到，他最爱的丹奴小飞象，哎，摸起来超好的，超好。虽然他已经开了，但我没有摸过。Oh my god， 真的很舒服。他的裤子更可爱，给大家看，全部都是小飞象。好，你选绿色还是只有绿色？他有深蓝跟这个绿色，因为我最近很爱绿色，所以这个选了绿色。那我觉得这个超可爱。我还没有试穿，但是它质地真的很好，还有口袋，我最爱口袋。这套睡衣穿身上真的好舒服，就那种冰丝很凉凉的感觉，我很喜欢，而且很可爱。大家看到裤子吗？哦，非常非常可爱，我非常喜欢。第二套更可爱了，大家，那就是特别可爱的，又是水果系列，桃子。又粉粉，这特别特别适合我。裤子整个都是桃子，然后还有。这个哦，没有用的松紧带，它只是假的，就是可以绑，就是绑了一个设计感啦。它是这样的，就是整个都是桃子，还有个小口袋，哎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而且好花，也是冰丝。这两件是不一样的吗？还是同样的？同一间店的，质量很好。这个真的超级可爱，我特别喜欢，而且这真的也非常舒服。这间店的水真的就觉得哇，好滑，好凉。就是不会觉得很热。最后一套睡衣，他来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，他来的时候他看美人 box， 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这么夸张？给大家看，它是这个盒子，虽然有点我被有点压扁，但是它就是非常的，就是有点那种很像你在那种而且很开心的感觉，还什么买的？对，这个也是20多块新币，我们来开。哇，还有个洗衣袋，对，它有个洗衣袋，我看的时候我很吓到。然后它有一张就是卡片 customer review form， 对，有点夸张，就是非常就是感觉很就很正经，不是假货的感觉。里面是这样，对，它这个比较不同，哦，还是吊带的，吊带。然后可是它的冰丝有点不一样，跟刚刚的，就比较厚一点的感觉。裤子长这样，很可爱耶，真的是有点小性感，但是好舒服，而且非常薄，比刚才前两件更薄。但是也就觉得整体来说真的是就是很好穿，我喜欢。下一样我买了一个腋下包，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超美的，这是米色，然后它的这个边边是做褐色，对，有点棕色的感觉。然后它是金的这个，哇塞，金属的这个配件来的吧？对，它属于比较软的那个。leather， 所以它其实来的时候它有一点点就压的，但是因为这是软的 leather， 你平时放东西它就会跟着那个东西变形，所以我不介意。而且它是其实挺容易开的，挺容易用的，但是它特别小，小到我连我的放进去我不可以挤，没有关系，就别了。对，它 come with a
方程大，尤其是 Scoot， 就是它这个也没有到超便宜，20多块新币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，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在一个 YouTube video 看到有人买这个包包，然后我就被笑到了。然后我买这些东西，我就 check out， 因为这太漂亮了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还不错。就是我自己也想要买这个牌子，就是感觉包包，对，它不会那种太便宜的感觉，太廉价。可是以它价格那个整个质感那种质地 quality wise is very very good， 而且还有这个。就是你放在东西上，放在桌面上，你出门的时候，它不会就是刮到，你包包自己本身不会撞到那些东西啦，不会刮到，对啊，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好满意。然后这次我也买了很多发夹，我们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。首先是小的，这个我选的是蓝色，我买的是那个奶橘色的。对，这个其实是要夹，就是前面这样，夹你刘海的，因为在家工作。然后你就觉得刘海很烦，你是不想把头发全部扎起来，你就想把刘海弄掉，你就用这个，特别方便，而且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姐姐买的多一个，就是手残的那个，可以不要讲吗？这个小花花，这个小花很可爱，我不觉得很难用，我就很容易用。我觉得有点难剪，还是我太少用发夹？没有，你想就讲，就是这个我用了很多遍，我特别喜欢。最后一个买的是这种夹子。然后鲨鱼夹吧，这叫鲨鱼夹，对，超可爱的，这个它一个脖，这个非常是脖的感觉，跟女生女孩的感觉，她喜欢的风格。这是我第一次买，就是鲨鱼夹，我平时用这种夹子，我还没有真的用，我就是大概这样试过，觉得不错。另外一个夹子我买的是这个，就是一样的鲨鱼夹，看到吗？这个比较像是那种文具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很简单的金色的，这个比较便宜，那这个就很硬。不同店家买的是吧？对，不同店家，它比较便宜。这个质地感觉也不错，质量对，因为这样好夹啦。但是我买这个，因为就很简单，因为你用这个，你可有时候就是不太搭你的。你在家要搭什么 ？What if 我要出去嘞？他们还送这个，跟我一样送了一整包的发圈。但是反正我用了一个，很好用，很好用，就是我跳舞什么的时候，动很多的时候，运动的时候，它不会掉下来。我觉得我很满意，就很紧，而且不会扯头发。最后一样东西我买的是耳环，我买了9对耳环，因为全家很便宜。对，我最爱的加起来好像是20块之内，人民币20块之内。原本我要买1-2对，但是因为没有免运，我为了凑免运，我就买了9对。然后就免运了。有其中2对我其实有戴过了，在出门。我觉得其实虽然便宜，但是它不会就让你敏感，而且它不是那种你放进去它就歪掉。因为这家店呢是我介绍的给他的，我已经在这家店买了3次了，每次可能有1-2对没有那么棒的质量，但是 overall 我觉得它才几2-3块4块5块人民币而已。这些好像3块多人民币最贵，但是。就是6毛7毛新币，所以很便宜，对，很适合我们这种直接换耳环的人。对，第一对是这一对，这对非常可爱的圈圈，里面有小珍珠，这个我试戴过，戴出门过，非常满意，戴给大家看，看看，哎，真的挺漂亮的。对，我就是一个很 sweet sweet 的look。我就是很喜欢这种金属，就是有点就是小淑女样子的，跟我一样啊。你跟我一样的，跟我一下。可能有头发的原因也是，就觉得整体就觉得这种耳环漂亮。这是第二对，就是小圈圈的，然后它的圈圈上面很多设计感，就有点点叠叠的那种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它是做了一点 design 啦，的，就这样非常好看。我昨天戴这个出门，我就想这个配你就是穿那种白T 配牛仔裤非常好看，就是非常简单，但是有点设计感，带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大家。就是非常就简单，但是有点小设计感，看得出吗？我就觉得这个很漂亮。这是第三对，它是有个2个 ring 的，然后吊住这样的。然后它的 ring 是 twist 的，对，有 glitter 的，就很漂亮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当我今天装扮很美。对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带给大家看看啊。哦，这个好看啊！哎，这很美嘞。因为我头发也是偏长、中长，所以这种其实有点。长度的会有点多一点存在感 ，OK， 但是它有那个叮叮叮的声音，大家注意。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声音 ，Right， 你可能就不会喜欢这样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很漂亮。
第四对是这样的吊带耳环，大家不管看不看到，就是它有一个小的蝴蝶，然后就是一个吊带的这样，还有那个铃，那个 bell 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好美， this is very pretty。我觉得这个要穿裙子，裙子，今天穿的这种裙子就搭起来会很漂亮，就上班会很漂亮。啊，这个很美，很有质感的。I like it， 很 sweet。但这个有一点小缺点，是因为它的弯，对吗？没有特别，它的钩、啊，它的钩看到吗？它的钩就是不是很就是很 angular 的，所以是很圆的，很我觉得它、就是、戴进去比较麻烦一点、啊，对，没有这样，就是一定，我觉得你一定要放那个 stud， 要不然它可能会掉出来。第五对就是这个有一个圈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小珍珠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星星的吊带的，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。也是很 sweet， 有点像上一对，但是就不同设计了。对，不同 design。这个是 star 的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这好漂亮，这个更美耶、哦、，because 它是真的，它其实很漂亮，它的吊坠比较明显、嗯。哇，很漂亮，我觉得全部都好美哦。我介绍的很好吧，这间店。下一对，这一对就有那种古宫廷风，很像我们那时候在韩国看到的款，就是它有那种很。古典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这个好漂亮，所以我买了。我觉得超美的，尤其是这第二层的。对 ，It's a snowflake， snowflake， yeah， yeah， 超美的。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假的珠宝，我们来戴看看。哇，这好痛啊 ！Oh my god， 这个好好看，这个美。那这个一定要穿，就是那种连身裙。姐姐今天穿那种连身裙，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淑女，很有质感，很有气质。下一对是一个 snowflake 的耳钉，而且它上面全部都是珠宝跟珍珠，我们来戴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这个，这个我喜欢，挺美的。这我拍很快就出它的美，你看啊，这个很美，这很漂亮啊，这种我喜欢。对，所以我少数没有买就是吊坠的，我通常很少买这种就是耳钉而已，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大，但是我这个我就觉得还不错，这个美。第八对是这个有点像 crystal 的，然后它一半下面是有那个白色的东东的，不管是什么，那就是有另外一种质感，那种 multi-dimensional color 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个就还好，跟前几对比起来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戴起来还好啦。我觉得你看，就我不喜欢它的那个 plastic 是黄的啦，感觉就有比较廉价。对，就是，但我觉得这个我还是会戴的。但是比起上面前面几对，我没有那么惊艳，也没有那么喜欢。最后对是这个，这是我其实全部九个中最失望的，因为它很大个，它就是个小圆圈，然后里面就有就是白白那种东西，就是那种有那种 glass， 然后里面有东西的那种，很像做的很像里面有石头的感觉。对，我原本以为它会很小一个，就是小小的，像那刚才那个 snowflake 这样小小一个的，超大的。啊，它太大了，我就看到的时候就傻眼，猫咪就觉得哇，这是唯一一个我不喜，真的是不喜欢，我应该不会戴，因为它太 huge 了。我就是不喜欢这种 thin 的 that is too huge， 因为我们耳朵小。Yeah， 戴起来那个比例很怪。就是、对，我就看起来我的，你看这个，this is ridiculous。所以这是我唯一一个真的不满意的东西。以上就是妹妹的淘宝啦。对，总的来说，我就两样东西可能不是很满意，就是那个非常大的耳环，还有那个很难看的短裤。他不允许试穿的短裤，我试穿了，就是我 look like oh my god， 太难看了。他拒绝上镜。我很久没有买到这么糟糕的衣服。OK， 好好好，但是总的来说我很满意，就是我买淘宝最满意的一次，很多可爱的这件区那个睡衣，还有很漂亮耳环。大家要是有兴趣，真的可以试这些店家，挺不错的。对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按赞跟留言哦。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